因为我发现这期有武将，所以我们把武将讲一讲好不好？其实啊，我个人觉得说你的珠宝那个比较重要。对对对对。原来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他其实跟我们提示了耶。长虹，其实我们玩这个手游，我会先把武将给你们讲一下啦吼。也可以都练大只的。哎呀呀！这个那个叫，也发现它好像没有什么地裂空间呢。应该有，应该有。啊娘喂，够耐玩的啊！为什么不能放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要那么耐玩呢。没有钱啊。拜拜，我们最后再战斗一下好不好？是这个内德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抢别人的资源这样。Sorry，我有点忘记。我们基本上要做的是主线吧？其实个人会觉得说，这些主线比较好玩啦，对我来说。目前在哪里？其实我们只要直接靠住吧就行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